我给你买了银耳羹，你胃不好，别总是喝咖啡。你是不是见到我妈了？你别太介意啊，她有点着急，她说想找你帮忙。你就是个学生，能帮上什么忙呀？而且我们两个人才刚刚开始，你也没跟家里人说。我什么时候跟你提过要求，让你带我见你父母，在朋友圈里官宣我们的关系吗？怎么，终于舍得官宣了？我怕掉粉了。我想要的只是我们两个人纯粹的在一起，跟别人知不知道、同不同意都没有关系。你今天可不可以不回家吃饭？你能不能陪陪我？我不想在陌生人的床上，而且这么重要的事。别说你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。赵秋，这女婿你想要还是不想要？如果我们俩感情不够深，还没到他离不开我的地步，我怎么开口跟他说我以后要带着你一起生活？那我又有什么资本让他父母满意？你要是想留住这个女婿就少掺和，这还没怎么着呢就谈一大堆条件。你女儿是天仙啊，也怕把你亲闺婿吓跑。